你知道甜蜜的100种方式吗？第一种，吃糖。准备好了吗？话不多说，吃糖。我是王俊凯，我是王源，我和王俊凯是很好的好朋友、好同学。这个是史上最帅的、最可爱的，对，这太对了。他就是最帅，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又可爱又帅。他就只有帅，没有我可爱。因为用他的可爱加上我的帅，可以做上一个组合。第一次演唱会还是选择重庆吧。对，我们都选了重庆。大家想保持他的才能穿对，就那个 iPhone 5的耳机，他说那个 iPhone 5他买不起，他只送了个耳机。一次一次，一次一次。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照亮。红包拿了，给你，给你，都给你了。这就是。此处无声胜有声。马旭，我终于鼓起勇气想对你告白了，我喜欢你。三峡，你真爱他，他都说。像夏天，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这句词很适合我们，还是蛮适合的。安静。大嫂，到。不好看吗？好看。吴桐，我有绯闻，我不是有好多绯闻，就是但是是真的就是假的。我觉得其实洁身自好。你刚是从哪来着，远哥？喂，你在哪？我挂了。你挂了？啊，你们想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后来救我。有任务，我一定救你啊！瞅啥，千里眼？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你，第一个字，你瞅，瞅，你瞅，你瞅。你是更英雄 ，OK？ 完美！哎，我看我看，吴桐，这是我看王俊凯睡觉，他怎么睡的？这桌子他怎么睡的？他坐在椅子上，把腿这个腿放桌子上，然后这样睡。周杰伦那个说了拜拜。但故事的最后，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。两种口味的月饼形容你的队友，你会选择什么呢？奶黄和奶黄是我最好的。队长，找你儿。水里你就是我的唯一，我是真的爱你。Hello。我们还有一个十年，两个十年，三个十年，想未来要说的话，没有，要一直走下去。你要放弃吗？不要。谁愿打拷问，开元堂甜不甜？让我们听听当事人的感受吧。太甜了，甜到掉牙。